李日朗呢日咧出席网上直播活动，经验丰富嘅佢自爆今次居然好紧张，点解嘅？系啊，今次咧系我同阿 Gloria 第一次合作，咁因为之前我哋唔识噶嘛，冇见过嘅，系冇见过嘅，所以我专登上网睇咗好多 Gloria 嘅唱歌片。OK， 咁搞到我好紧张，因为佢系好靓声嗰啲人嚟嘅，即系嗰啲歌手嚟嘅。咁但系我就唔系噶嘛，咁所以我今次真系紧张，今日好紧张。哎呀，但系其实我又觉得。不會啊，你咁有經驗不會緊張嘅，係咯。但我真的緊張，可能埋到位就不緊張。希望今天可以，因為呢其實之前咧做一些physical 啲，即係現場嘅 live 會多啲。咁今日呢一種網上嘅 live 咧，其實我好驚，因為網上嘅 live 其實就係喺個幾兩個鐘裏面咧，人哋不停望住你噶嘛。但我有一個經驗咧，就可以分享嘅，因為就係網上嘅 live 咧，你可以同觀眾溝通啊，即係嗰個交流咧，係可以將嗰個緊張減低。OK， 咁今日呢件事交俾你啦。阿Don呢幾年都冇簽唱片公司啊，搞到啦全部嘢都要親力親為，咁樣唔會太攰咩？呢幾年有唔同嘅唱片公司同埋有唔同嘅經紀人公司咧有傾嘅，咁但係遇到好多唔同嘅公司，基本上其實佢唔係好認識我啦，咁甚至乎唔講得上係欣賞啊喜歡嘅，咁所以我都希望將來會遇到一間可能佢係會知道我嘅作品啦，同埋佢中意我做嘅作品嘅一間公司，即係大家嘅默契可能多啲嘅，我會考慮簽，因為我冇簽公司好多年啦，其實。